小时候说爸爸的时候这里不是闲杂人等可以进来的地方，少奇，请他出去。哎，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红果小姐，我花样小肉号的孩子。小女孩，你刚刚在里面就已经很不像话了，想要吸引人的注意。也不需要用到这种下流的手段。子聪，沈若浩对我的感觉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错觉，拜托你让我去问清楚好吗？小姐加油，小姐你可以的。聪哥，就让小姐一次吧，小姐。我跟你进去。不要，我要自己单独面对。我不能总是依赖你保护我不被受伤害，总有一天我要自己学会面对问题。这是我第一次鼓起了这么大的勇气想要改变我自己。如果你不放手的话，我永远都学不会坚强跟勇敢。答应我，等一下不管发生什么状况，让我自己一个人试着解决。先生，您跟贺千娜小姐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哎，松蕊啊！哎哎，两位好。别给我动啊！我叫杨过，谁敢动？怎么了？好人，你刚答应我要让我自己一个人面对的，相信我。沈若浩，说话不能说。这里不是闲杂人等可以进来的地方，少奇，请他出去。哎，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红果小姐，我花样小肉号的孩子。小女孩，你刚刚在里面就已经很不像话了，想要吸引人的注意，也不需要用到这种下流的手段。要是在场的哪位媒体记者傻傻的把你刚才说的那个没有家教的话登出来的话，那明天不就要等着关门了？医圣雪，这种事也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吗？沈若浩，感情的事可以随便乱开玩笑的吗？我不会跟你开玩笑，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请你立刻离开。我问你，明明是你先找我约会的，为什么才隔一天你就翻脸不认人？我说过我今天有话要跟你说，你为什么没有来看球赛？吃饭约会是社交礼仪，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喜欢你，也从来没有答应过你今天要跟你去看球赛。如果你充分了解的话，就请你从今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解吗？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这么没有感情的话，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哀伤的眼神看着我？难道你不知道你这种眼神是在跟我求救吗？没错，我是你的救星，是你这个明明孤独又爱耍酷的大笨猪的救星。给我五分钟，就我跟你一对一，不管是我喜欢你还是你喜欢我，让我们一次把话说清楚。不用一对一，我现在就跟你把话讲清楚。我对你没有感情，昨天没有，今天没有，明天也不会有，够清楚了吗？我知道你故意给我难堪，是因为你顾忌他们，你以为他们会伤害我，所以想要保护我。可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比你想象中的更坚强100倍。银行总裁有什么了不起的？登上明天报纸头条又怎么样？只要你给我单独两个人的五分钟，让我把话说清楚，就算是火山，我也可以为了你爬上去。我不会给你五分钟，一分钟也不会。现在给我立刻离开！你不答应我就不离开。好，你不离开是不是？要五分钟是不是？不用爬火山，只要明天太阳打从西边出来，东上刮台风，第十三天斗牛场下雪，我就给你五分钟。现在给我立刻离开！你为什么要故意这样？做不到是不是？做不到是四项点。我做得到。不要勉强自己，你做不到。我做得到，我告诉你，我不会这么简单放过你的。我易胜雪说到做到。小姐有气喘病，从小身体就不好，所以为了不让大家担心，她总是会故意装得凶巴巴、很有精神的样子。明天下午5点以前，只要我做得到任何一样，你就会给我完完整整的5分钟吗？如果你做不到，从此以后不要再来烦我。如果我做得到，你就要信守承诺，给我5分钟。现在就跟你把话讲清楚，我对你没有感情，昨天没有，今天没有，明天也不会有，够清楚了吗？李胜雪，不要难过，你还有投进最后一球的机会，你还有5分钟。你们唱得太好了，你们先走，我就把车开回家。今天晚上我们唱得够。嘿，我们是正义的一方，嘿，要喊是你来对抗，啊，有智慧，是不是？有胆量，嘿，越战越坚强。